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观看本期娱乐火线哥，好听的音乐分享给大家。百看不厌的奥运会夺金视频是哪一个？相信很多人都会说是管晨晨。在女子体操平衡木决赛获得了金牌。值得一提的就是，在比赛中，管晨晨出人意料地模仿了袋鼠摇鼠的动作。让网友直呼太可爱了，袋鼠手十分甜美，也被网友笑称全网最美袋鼠摇手。他做出这一个动作，连其他的教练都跟着做，场上的掌声更加像是雷鸣般一样。巧合的是，管晨晨在平衡木上表演的这个片段和袋鼠摇手非常相似，所以管晨晨的视频也火了起来。哇塞，棒！其实之前袋鼠摇手在网络上早就很火了。袋鼠是很可爱的动物，它们有时候会挠胸前和肚皮下的毛发，并不是因为有点痒，这是袋鼠清洁搜洗皮毛的行为。因为袋鼠动作太可爱了，大家都在争先恐后的模仿，一时间很多明星网红都在模仿袋鼠摇手，这让本来就火的袋鼠摇手更加传播广泛。没事嘛，打理的Ring, 希望听到你说嗨。拉长耳朵，提高警觉，神经细胞全面戒备，你的电话绝不漏接。而视频中所用的 BGM 则是 SHE 在2006年演唱的歌曲 Ring。这洗脑的旋律，重复的唱段不断环绕，脑袋沾着碟胚停不下来。而这首洗脑神曲竟然是广告歌，这是2006年周杰伦、潘玮柏 SHE 代言动感地带通讯品牌时的三首广告曲之一。 SHE 的内地版改了一些歌词，整首歌也代表青春、活力、勇气。这灵气的编曲、讨喜的旋律，15年后的今天也不过时，也引起了很多网友的翻唱。其中肖战清唱 Ri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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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合唱挑战正居热榜榜首。Ring a ring a ring ring a ring a ring， 会不会是你要想几声才能接？心跳的声音，砰砰中的音，怕你谁会听？赶快按下通话键，拉长耳朵，提高警觉，神经细胞全面戒备。你的电话绝不了解。Ring a ring a ring， 爱的和弦铃也来电 again。随后竟然出现了多国语言版本，别有一番风味。小伙伴们觉得这首歌好听吗？欢迎到评论区来交流。喜欢的小伙伴点个赞、转发、加关注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